Hello，有你音乐榜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宋茜。经过许久的宅家生活后，在出宫的感受是什么？就感觉舒服的时光总是过得那么的快，到出来工作才发现好像还没歇够。就是在家里面的时候，应该再多睡一会儿，然后应该再多吃一吃，然后再多玩一玩的。就每一次，最近有没有让你着迷的事情？着迷的事情。拍戏算不算着迷？着迷在我的角色里面了。对于整张专辑都变了风格，你在制作的时候选择歌曲的标准是什么？最基本的标准就是我要喜欢，真的这些歌真的发自肺腑的，就是我自己觉得好听，让我想要唱，然后我才选这些歌。这张专辑本身我就想以我自己，然后就是作为就是整个的概念想法，就是比较自我的，就是我觉得好听，我就想要唱给大家听。诞生的契机，贾士凯先生，我觉得是一直是要感谢他，就是其实最开始就是他来跟我说你要不要出张专辑吧。其实粉丝一直都希望能够听到你，就是你唱自己的歌，也快出道十年了嘛，要给大家个礼物，挺好的呀。我说那就做一张了。想通过这张专辑传达给粉丝的信息是什么？最大的就是给我的粉丝一份礼物，然后让他们听到宋茜唱的不一样风格的歌，包括出道这么多年，然后我的成长，给大家看到就是最真实的宋茜是什么样子的，最真诚的宋茜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宋茜可以通过努力，然后做到什么样子的。进入出道的第二个十年，我觉得眼下女明星宋茜最独一无二的特点是什么？因为是宋茜，所以独一无二。最近是作为创造营的教练，然后有什么想要对这些抱着舞台梦想的女孩说的吗？就是不忘初心。然后记得自己最开始的那个梦想，那个目标。坊间传闻，宋茜总是忘记男粉的对手，是真的吗？没有忘什么忘，没有什么忘什么不忘记吧，就还好哎。坊间是哪个坊啊？什么坊？由音乐榜基于天翼大平台的用户数据，然后看看宋茜近期的男女粉比例是什么样的。36.34%，女粉丝是63.66%。就感受就感觉，男粉丝还挺多，比想象中的要多哎。你认为男粉最喜欢的歌曲是？男粉最喜欢的歌曲，男粉最喜欢的应该是《Blame on You》，或者是，就这首吧，《官能支配》。第一个是屋顶着火，男听众最喜欢的，那男听众，好吧。然后第二个是阿 Tony， 然后对是不大。男听众，然后下面看一下女性粉丝最喜欢的歌曲是哪一首？女性粉丝应该是怀念吧，我看好多人都说喜欢怀念。女性粉丝最喜欢的 Top 一是 Broken Wing。哈。85.76%。真的，这首歌我还以为被大家遗忘了嘞。第二首是《飞到》。下面猜一下各个年龄层最喜欢的歌曲。第一个是16到22岁的听众最喜欢的大概是哪一首呢？16到22岁最喜欢的应该是 Up to Me 吧。答案是 Go Stop。哎，我刚刚脑子里面晃了一下 Go Stop， 但是我又觉得 Up to Me， 好吧。那23到30岁的听众，你觉得他们最喜欢哪一首歌？喜欢的可能是《官能支配》，怀念。都不对，对角线，对角线，对角线啊！哦，31到40岁的听众，怀念，也不是。为什么我看到网上大家都说喜欢怀念，然后结果这种比例一出来，结果都不是怀念呢？大家是比较念旧的吗？分开或
许是为了更好的遇见，可是我们的足迹都偏离了路线。你说过就算再长情的陪伴，到头来也逃不过离别的留顿。坊间传闻 UP 你的 rap 看着简单，其实上手很难，是真的吗？也还好吧，就因为我觉得Up To Me 里面的这段 rap 就是比较个人特色吧，就是你怎么看着顺，怎么说的顺，那个调啊你怎么拐的舒服，我觉得可以，就是不同的人可以做出很多不一样的风格，不一样的拐弯的。像 rap 这种我觉得不局限于每个人哪个人的那个风格什么东西的，就像我们那个我最开始编舞就是练舞啊什么东西的时候，大家就都记住一句了，这样呀，都在学这句话，所有人都在说这个。对，我觉得就是每个人说出来你能有一句或者有一个特点能够让大家记住，我觉得这就算是不枉我们这首歌做出来吧。不为谁去改变，我就是无法归类。On my way。可以传授一下这段 rap 的演唱技巧吗？微笑不光的一面就像星光，就拽拽的感觉就对了，就拽拽的，然后那种在自己的世界里面那种感觉，你这样也就那种感觉。对，因为这首歌又不是那种就是很 hip hop 那种 rap 那种感觉，所以说还是就是女生比较那种俏皮一点、鬼马一点那种感觉，就可以啦，你这样演就可以了。糟糕。未来伴侣的长相。在休息日，你想要到哪类的场所休息，然后舒缓工作的压力？第一个是木屋水疗，第二个是田园农场，第三个是人文古迹，第四个是主题乐园。人文古迹。人文古迹说明你是一个敢于拼搏、乐于创业的人。哇哦！假设你要做自己的厂牌的话，你想要做哪一种？或者是开店的话，就创业。要不然就跟吃有关，要不然就跟时尚有关吧。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等会儿，把麦藏在他的帽子里面。非常棒，三黄鸭来了。